这个贵宾，大家身体健康，然后家庭美满，事事如意，谢谢。第一次的这个实力最多的，应该可以叫策展人了，像是张教授以及各位忠实的杰出校友，在这边又容我不在，一个这个再生风华，这是赖议员他一手这个议题，还有相关的经费，那么能够带出来，所以让我们后面有很多的这个工作可以能够让这样一个事情。非常的诚挚，我们都很感动。咖啡的人很常见，都是这样，这样的酒那个猎人到都会随时都看到。但是走那个，我的时候会看到这个，对，有买，有买，我高中。
学过啊，连印刷厂什么叫什么都学。对对对对对。要做这个娃娃到底是怎么变成是每个人自己心里的是大家有朝烧结之后可以上漆这样的哦，陶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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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花咖啡那个就是徐兆辉，徐老师，吴方英，最早是徐兆辉，对对对，也很有名，他的水彩非常棒，对。谢谢各位解说。